In 2020, everyone's life seems to be off track.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are no exception. In the current global pandemic, they will face many hurdles on their path back to school. As they face this uncertain future, what are their thoughts about it? How are they going to respond?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يا جميع عن اسمي وانج زيمينغ وأنا طالب متخصص في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في صف ثالث من جامعة شنغهاي لدراسات دولية. 现在呢，我是在上海的家里面，但是就在大概半个月之前吧，我还在距离上海6800千米开外的科威特留学。所以其实我也算是刚刚把我这快一年的国家公派留学生的身份给放到一边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在这个疫情全球化蔓延之后，不管是留学这个选择，还是留学生这个身份，都变得稍微有一点特殊。尤其是在整个世界对这个病毒显得有点厌烦，但是又因为没有很高效的方法去遏制它，又不得不去应对它的这个时间段里。但是我回顾了一下我这大半年在科威特的留学生活，感觉自己好像因为疫情也抓住了很多时间啊、思考的机会。所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吧。我的第一个感受也是最重要的感受，就是既然我们已经在留学了，那就让自己把心思全都放在如何让我们的留学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有价值一点。我们真的很难说这个世界之后会不会还发生一些 incredible amazing 的事情。我在科威特的时候遇到了美国在科威特邻国伊拉克轰炸伊朗高官的事情，还有这个疫情的全球性爆发。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留学在外突然遇到一些这样的事情，生活和学业多少会有一些失控的感觉。比较积极的应对方法呢，其实就是跟这些变化去变化。也不知道哪一位优秀的伟人说过，优秀的人总是随时出发的。我呢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成为了一个 B 站的 UP 主，收获了一定量的粉丝，便是第一。我考的还可以吧。像在中国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找到了在科威特当地来自9个不同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的朋友还有同学，和他们进行了一次采访，制作出了一个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的采访视频。All of this, in that mustashfa to seeبشكل أن تركيا بلدي أرسلت طائرة إلى الصين وهذه الطائرة أيضا يشجع الأطباء والشعب ليحارب其实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记录下他们对于疫情爆发这个事件他们的视角，顺便进行一下语言的操练啊、新媒体表达的实践啊之类的。但是因为那个时间点会比较特殊一些，我的这个视频之后呢也受到了很多媒体的报道。这种收获的确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但是能够想到的是，如果当初我没有抓住这个变化的节点，我应该还是会蛮后悔的。但是其实最后还是很开心了，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国外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中去，然后获得了一些成就，自己感觉还是非常有满足感。当然做视频的另外一个原因，那段时间我几乎一直待在寝室里面，做视频成为了我留学生活中很大一部分的消遣时光。但就算是做视频，我也还是围绕着我自己，包括我这一段阿拉伯留学的生活经历，去挖掘出一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一些宝藏，最后做了一系列跟阿拉伯语还有阿拉伯留学生活相关的一些视频。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在那段时间一个月内做出了一条10万加的一条20万加播放量的视频。回到国内以后，我真的还是蛮感谢自己当初奔着高产冲的决心的，上网课学习，做视频的 UP 主，去中央发展改革中心当了5个月的新闻编译，还帮国内老师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不太清楚这次疫情到底带给我的更多的是紧张还是更多的是机遇，但是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留学生们真的需要在国外更加主动的去探索并且去利用当地的留学资源，学校的学术资源啊，当地社会的环境资源啊，包括自己个人身份的资源也是可以进行挖掘的。留学生呢本身就属于公共外教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像我们小语种专业的留学生在学习之外应该去承担一些讲述中国故事的责任，去进行一些讲故事的实践，也相当于给自己的留学生活留下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印记嘛。最后希望即将出国的留学生们呢，到国外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有人身安全，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好好利用当地的留学资源，优秀的人随时出发，人啦！Duck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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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嗨，你好，你是？同学，你是 Ducky 吗？你好，我好喜欢看你那个视频啊！谢谢你的夸奖。同学，你是 Ducky 吧？不是我。同
同学，你是那个 Ducky 吗？我是 Ducky， 我是 Ducky。你好，你好。需要合照是吧？来合照吧，来签名，需要签名吗？也签名来签名。那要学阿拉伯语吗？不，我还有课，我先走。见到你了，快来学阿语，来学阿语，别客气。